于以演员身份回归的全昭明，在新剧《Show Window 女王之家》的预告片公开后，获得了爆发性的回响。预告中，全昭明挑战的破格床戏，不仅露出肩膀与对方接吻，还躺在床上抚摸男方的脸颊，最后还说着：“没错，我爱着另一个女人的男人。”在剧中展现了与私底下完全不同的氛围，让网友们对电视剧产生了期待感，纷纷表示：“没想到全昭明也能做出如此破格的演出，真的太期待他的变身演技啦！”